全魔封神阵中的妖妖身形竟然被其中无形的强大力量所压制，想要迈出一步都非常的艰难，就连身躯都无法动弹。起点中的黑色火焰尽数朝着妖妖的身躯笼罩而来，吞噬侵蚀他的神魂。一旦妖妖的神魂被这股力量所吞噬侵蚀殆尽，那么妖妖的神魂必然会是一个极大的重创。但是妖妖的龙凤气运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对方的此阵法给击破的，龙凤气运的可怕力量也不断的增强，持续的冲撞着全魔封神阵的力量，这样的强大威能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虚空上则是出现了一道巨响声，轰隆，一道能够毁灭万物的能量冲击波席卷开，天地也是在瞬间失色。原本那第二道防御在暗黑大魔光的轰击下就已经出现了裂纹，这一刻随着毁灭万物的能量冲击出来后，直接也冲击在了第二道的防御上，使得第二道防御竟然出现了异常的状态，整个第二道防御更是摇摇摆动起来，那些裂纹竟是伴随着咔嚓一声最后皆是碎裂了开来，这片空间也都伴随着摇摇摆摆欲坠感。如此可怕的毁灭能量横冲直撞八方，两道狼狈的身影也是倒飞了出去，鲜血喷出，直接染红了妖妖的衣衫。而二灵拳魔流出了可不是红色血液，而是黑色液体，给人十分诧异之感。虽然两人看似不分上下，实则二灵拳魔的伤势也是更为严重一些，因为妖妖的龙凤气运之威稍稍比全魔封魔阵的力量更强一丝，所以对于气运之力的掌控，妖妖也是仅次于神元宫那位公主的存在。此时二灵拳魔的身上不断的溢出诸多的黑色液体，全身传来极其痛苦的感觉，令得他的脸庞都无比的扭曲起来。这神元宫多修的气运之力果然玄奥无比，竟然能够比本座的全魔封神阵还要强大一些，难怪这样的超神势力会成为一方巨擘。虽然妖妖在实力上稍微占据了优势，但是刚刚被全魔封神阵所反震过来的威力也重创了自身，双方想要再战也是非常的勉强了。无量神山之主被阻止行动，妖妖现在又被重伤，而那席卷出来的毁灭冲击波也是轰击在了第二道防御上，防御也是逐渐的面临败崩塌碎裂开去。随着第二道防御的碎裂后，暗黑世界中的那股令所有神奇都胆颤恐怖魔力缓缓的弥漫出来，随着这股魔力的弥漫下，竟是直接侵入了神奇强者的体内，以极快的速度将他们的神力同化成魔力，他们的神色意志都开始模糊起来，但也是拼尽全力的去抗衡这股恐怖的魔力。这下不好了，无量神山之主的双眼直接瞪大起来，脸上挂着无奈的绝望之色。这第二道防御的破碎就代表着里面的那个恶魔就要被释放出来了，给我破，催动全力的神力，想要破开锁住自己的黑色圆柱子，但却还是无法将神力运转起来。这黑色圆柱子已经牢牢地将无量神山之主的力量所封锁，只能在一旁干着急了。然后这些从暗黑世界中弥漫出来的恐怖魔力也入侵到了无量神山之主的体内，短短在那数息，他的眼瞳便是化为漆黑之色，再没有了丝毫的神智。与此同时，他的身躯僵硬了下来，旋即可以看到无量神山之主的眉心处竟是出现了一枚诡异的魔印。妖妖以及还在与灵动木尘激战的萧炎也是通过木瓜膏看到了这一幕，眉头却是忍不住的皱了起来，隐隐的感觉到不安。无量神山之主乃是九重天卫神的实力，就算是被封锁的神力和行动，那九重神体可不是那么好入侵，就算是大灵拳魔也拿无量神山没有办法。然而现在竟是在那么一瞬间将其神智抹去，眉心间还有和极其诡异的魔印。于是萧炎的掌心中有着浩瀚神圣的焚神之力凝聚，对着灵动和沐尘的那两道强大攻势准备轰击过去。不过就在萧炎准备出手时，暗黑世界中的那股恐怖魔力愈发的强烈浓郁起来，然后一道无与伦比的吞噬魔威对着四周肆虐开来，那些距离站在暗黑世界较近的神奇强者直接被吸入了其中，连呼喊的机会都没有就消失在了暗黑世界当中。这股吞噬魔威怎么如此恐怖？萧炎的眼瞳急速紧缩起来，他也是首次感受到如此恐怖的魔威，比起天邪神先天神的魔威，他们就是冰山一角而已，甚至连冰山一角都没有达到，就算是大灵拳魔的魔威都不及暗黑世界中的这一道魔威的十分之一。萧炎双手快速地将三色神怒火焰凝聚而出，对着下方的暗黑世界中毫不犹豫地扔去，火莲所散发出来的毁灭气息很快就进入到了暗黑世界中，只不过下一刻直接让萧炎的神色都大变了起来，无比震惊的神色布满了自己的脸颊上，因为三色神怒火莲乃是融合了地炎、幻虚、三昧等三道火焰，其毁灭的破坏力极其的惊人可怕。可就算如此，这三十的神怒火莲进入暗黑世界中的瞬间，所有的火焰能量瞬间被瓦解开去，连爆炸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将如此毁灭般的三色神怒火链瞬间瓦解，就足以证明了暗黑世界中那道魔力的恐怖程度根本与他们这些天卫神都不在一个层次，连九重天卫神的无量神山之主都被瞬间入侵了神智，何况是他们这些五重天卫神之下的神奇。与此同时，一股股狂暴到令人头皮发麻的恐怖波动自暗黑世界中传递出来，忽然有着一道道恐怖的魔光撕裂这里的空间，然后皆是朝着暗黑世界中犹如是流星雨一般射入其中。只是这些魔光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竟然与灵动和木
牧尘体内的诡异死气一模一样。萧炎直接催动了神魂力量，透过神魂看到了这些无数魔光，竟然和灵动牧尘的气息一模一样，并且看清楚魔光的样子后，就是和灵动牧尘一样的御灵。